一般在对阮瑶印象也是真好嘛，尤其你知影伊是阿海后生了，对伊应该有另外一种感情吧。我若感觉你顶多无支持因的意思，你是不是嫌阮瑶伊配袂过咱阿外啦？你明知影讲我会反对你来开始这段婚姻是为虾米？是为啥？敢讲你质疑我用心？阿月啊，是咱尴尬黑妹。伊哦爱替咱尴尬传宗接代。我要见的婚书啊，还是得怀疑下。你哦，莫再甲定亲啦。你也是这了七日，计要叫伊两个结婚，目的是啥？因较早生囡仔，若内生，你才有法度去替伊黑妹黑，对无？你即马是咧讲什么梦噶？我讲什么梦噶？你真清楚。是按怎样？我五年前阿月日来离家出走，迄一暗，若是我唔甘，趁你无注意时阵，过去甲阿月叫真神，叫去离开厝的。若无到今仔日，我哪有都看到伊好好徛在我面头前咧？阿月。我想，到底倒伫遮？这是倒伫哩？哎呦，阿月，你唔免问遐尼啊多啦，紧来紧起来，紧离开这个所在，啊，走路往路好。啊，伫哩户头吼，阿妈妈甲你存一块钱入去哩，有够应付你别讲话生活，知影无？嗯？你真清楚，阿月是遗传老大唯一的查某囝，嘛是咱感觉正统血脉唯一的传人。你为着你家己的私心，你要来去做邪术，你心烦来这里来用啊！你讲啊，你讲，你讲。我是要讲啥？你讲挂未啊？你敢叫是互你破的？没啊没啊，我是安怎安达你的？我当天就抓啦，讲到紧哦，袂阁躺在阿外身上啊！你搁遐烦啥哩？我是惊你哦，讲到嘴无同款啊！我你讲。你敢真是有影有这心，要来放弃这转身术？还是讲偷偷搁在计划，要搁来设一局，温情万寿局？你敢到今麦还搁这么不过，敢多心？一世十几年来。你用江中人的身份在跟人博暖，你莫会嫁别人，你骗袂嫁我，你就是我的红线，我的天，你就是江都城。陈金龙和卢炳文的血拢染伫咧自杀内，嘛已经两败俱伤，剩下最后一步，我得完成我的照体大法。分得坦坦，自断六亲。
轮回转格。中年，想了这么简单，我重新为人。免啦，我就感觉讲哦，我对你真坦白，嘛将来无什么代志对你温瞒。是安怎你要对我安尼？啊，一届过一届，揭我的后脚。我揭你后脚？原来你是安尼是咧看待我？你敢袂个？搁替我想一挂，搁体谅我的心情，敢袂用的心？阿月。伊是咱为个后生应团留落来孤查某仔，我看到阿月，就感觉讲应团伊拢无离开咱的身躯边。妈，可你煞为着你家己，你老公来动去阿月的身上，我会安怎想无？应团伊无遐福气，伊早早就来离开。阿月是伊留予我的宝贝。煞为着你家己，要来夺走我，支持我会当活落去的宝贝孙。你莫提英团的刺激我，伊就是咱尴尬多半的原因。若毋是因为身体歹半白，七早八早就放弃咱两个老的，还佫迄个查某囡仔，我佫需要跟在遮。我若无赶紧替家己想一个办法，咱尴尬下面。真正断绝啊！你叫我是要安怎？这是咱做时代，无事先好好一个身躯，那是咱的唔对呢。你看看今嘛，我这尔无负责任，把这个家族给塞在一个死人袂讲话的身上，是安怎？你歹好，我问你家己。是安怎？你要去替人看风水，你要去办人风水，惊害恶因，最后才牵连到你家己的身上，才牵连到囡仔的身上嘞。别再讲了，我跟咱别讲，我一定爱讲个清楚。你今仔日的长休息，感觉你连一点仔责任都拢无是无？我哪有什么责任啊？拢是啊，朱世强、戴庆波。啊！我邓炳勇伊杀人害我的呢，邓炳勇为了要抓我，把我杀入去山坎，再害我落架定位好的下场。就是邓炳勇牺牲，才断绝咱尴尬的未来。我得和邓家付出同款代价。回家赶快，断子断孙，凄惨落魄，我只靠回叫我做头。两手不两人，厝地未安宁，钱财难保守，世间如幽冥。陈金良，注定恁陈家爱浪家散体，你后代无一个会好过。就是算讲是我嘞，
嘛是像伫地间咧滚架，无一个好过。你想要创啥？你过去有答应嫁我哦？你可袂将这禁忌法术记在咱亲人的身上？啊，阿姨算起来嘛是我的亲人，我是看伊细汉到大汉的，我嘛答应伊妈妈，讲会好好照顾伊。你是忙做讲，给我以后六百年，我无迄面去见伊妈妈，我拜托你，你愿意先做好无？哎哎哎，我敢有甲你讲过，我会对付崩彩霞。嘿，参谋，即卖已经行马路啊，是一个哦，无根无枝，无忧无忌的啦。伊即卖哦，要死哦，死袂去啊。这个查某对我有啥物利用价值？啊？你无骗我吼？那还是阿月的，你嘛是有答应嫁我哦。你绝对袂去动这老君，动这个身上。你唔通忘记，伊是咱唯一的查某孙呢。免啦，你真正是吼、哦，愈老愈糊涂啊！哎。伊对我偌重要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啦。伊哦，是咱江家为正统的血脉。我若真正搁想要续命，无伊敢会用者？你是毋是用迄个文瑶、甲个阿玉啊？莫遐尔赶紧就甲伊塞做堆，上解无？莫遐尔紧敢袂用的。落阿月，搁留看我身躯边一段时间。我还是讲无结婚啊，人总是食老了后，真希望讲会当来享受着天伦福乐。天伦福乐，你莫讲这是要说好啥啊？你敢有好啊对待秀兰，还有超强？面上哦，你是个亲人呢，我是安怎拢无看过你甲因亲近过哈、啊？大概我跟妈去冲突的时阵，丈人拢是较为妈的，阁予我受这么侪委屈，哦，想袂到，原来伊私底下阁会这么听话，阁有超强，替我阿姐讲话讨公道。你看我无甲因亲近，你来用这款话来糟蹋我嘞哈？根本我也是委屈，我了阁无够心哈。你敢知这几年来？我明明知影，让伊杨林某袂讲。啊，无你即摆是安怎？你拢要伫咧外口听阮讲话哦，信哈？啊，你是咧讲我的代志呢？就算我是偷听，嘛算公平正大啊。妈，我知影我一定毋是你心目中迄个好媳妇啦。啊，毋过我认为我对你嘛是足尊顺。而且我嘛足拍拼，想要做一个好媳妇的啊。虽然讲我知影我会拍拼，拢是咧做先生的，你根本就无可能介意我。啊，不过你嘛无可能哦，因为讲你无介意我，你就安尼为难中年嘛。虽然讲中年哦，只是你的养子，啊，不过人对你嘛是足友好的咧哄胎呢。是安怎我阁感觉你无够低调哈？食肉阁嫌无菜，阁伫爱中年安搭你的情绪，你安尼根本食人够够嘛？好好，我看嘛，这是一沉重代志，无你讲的遐严重。我拄才伫咧外口，拢会听到妈咧对你屁屁叫安尼。搁讲到我阿个超强，妈是毋是讲到啥物话，甲你刺激着？还是对你有啥物无合理的要求？啊，若无，你哪有可能安规百岁哦，烧到直接要发怒哈？无要紧，你直接甲我讲，妈到底是为难你啥？不管妈以后是不是哦，会更加无介意我吼，我这个做母的，拢会徛在你这边。为了，丁尼，为了，丁尼，你先啦。丁尼，丁尼，你先坐哈。丁尼，妈，警察电话叫救护车啦，伊要死死昏去啊嘞。丁尼，丁尼，你是咩搞黑